这段时间，各地会考尊量拢不少。桂林西主会也将伫19号举办公益关怀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19冬，这次也安排丰富的活动甲关怀伴手礼，希望合照民众共同参与，透过关怀帮助有需要民众。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冲击，影响民众关怀意愿，现在也造成全台各地欠会的状况。对此，桂林西主会持续举办关怀活动，今年迈入第19年。这个将要在3月19号新丰高中来举办，邀请民众踊跃来关怀。我们现在捐血中心的这样一个医疗用血非常的缺乏，所以特别在3月19号结合我们的这个新丰高中以及很多的企业界跟机关团体来呼应我们的所有的民众能够来响应这样的活动，恳请大家能够踊跃的出来捐血。来协助我们捐血中心筹备更多的这样子一个医疗用血，能够协助更多的伤病患者。这个关怀活动也媒合了企业界甲机关团体，活动当中将有4台关怀车，这个也由第3信用合作社赞助活动经费，落实企业的社会责任。阮台湾第3信用合作社吼，到明年也已经100岁啊吼，都100周年，啊，今仔伫这个。金管会吼，有若有咧甲阮对金融业吼，诶一寡要求吼，阮有若针对即个社区的经营啊，甲即个老人的关怀吼，阮一直咧落实咧进行即代工课，啊，拄啊有即个机会，啊会当来参加即个捐血活动吼，啊希望以后阁有阁较侪机会，啊会当由阮社人的志工同仁吼，啊大家来合作。这个民众只要关怀，就会使得到关庙面。如果有到500cc，也会使得到礼券。现场也安排丰富的活动，邀请民众做伙来参加，用热血帮助有需要的民众。记者郭博义，桂林区陈伯德。